杨公城八家将之一，八家将、八名家将，看上去是很简单的说法，但当这三个字会做了一处，却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意义。人们都知道，这指的是二皇子王府里私下蓄养的八位高手。这八位高手一直跟随在二皇子的身边，是二皇子在武力方面最强大的实力之一。在前年范闲与二皇子的斗争之中。 正是这八家将在抱月楼外的茶铺里将范闲留了下来，虽然最后未曾留住，却依然给范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确实是八位高手，在京都府外，在那个和抱月楼、范思哲息息相关的案件审理后，范闲凛然出手，击碎谢必安心魄，而也因此引发了体内真气的问题，此为其一。在玉山道旁，在秋雨之中。 监察院六处杀手出击，以铁签灭口，惊住了范无救，令此人在事后不顾二皇子挽留，飘身离去。此为其二。自那一次未曾宣诸于世的小型斗争之后，二皇子的八家将便只剩下了六个人。今日二皇子在抱月楼做客，他自信范闲不敢对自己如何，为了显得一心如霁月，竟是一个人都没有带，剩余的六个八家将也潜了回去。 杨功成便是其中的一位。在这样一个举头望去尽白雪，层云已遮银茫月的夜里，他被一群黑衣人阻了去路，断了退路。白日曾经晴朗过，向旁阶沿上的雪化作了水往下滴淌着，向内湿冷一片。入夜，水滴渐少，渐凝成一支支冰刺，却依然有那么一滴水聚于冰刺之间，垂垂欲滴。杨功成眼瞳微缩。 反手抽出腰间的佩剑，脚尖在地上一点，整个人已经掠了起来，一剑斩向檐下的那些冰刺，冰刺嗤的一声从中折断，化作一片利芒，向着身前的黑衣人刺去。而杨功成紧接着单脚一踩，自己两名半当的肩头，将这两名半当点向了两边袭来的黑衣人，自己的身形已经拔高，将将要探出小巷的上方。他知道这是一场狙杀。 这是一场针对自己预谋已久的狙杀，对方查清楚了自己日常行走的路线，才会恰到好处的将自己毒死在小巷中。可他不想死，所以他宁肯牺牲了自己的两名半当，或者说是徒弟，让他们充当抵挡兵刃的沙包，而让自己能有时间逃走。是逃走，不是抵抗。杨公成在这种时候早已没了锐气，敢在京都里设伏杀人的。 没有几个，而与二皇子有仇的只有那个人。那个人派出来杀自己的人，不是自己能够抵抗的。不得不说，杨功成不愧是二皇子贴身八家将，反应速度以及应对的方法均是一时之选。当下面那些黑衣人闷哼着将他的徒弟斩翻在地，同时劈开那些带着他真力的半截冰刺时，他已经掠到了半空中，只需要一瞬间的时间。 他就可以踩上象头，遁入夜空。可惜狙杀者没有给他这一瞬间，一支弩箭飞了过来，悄无声息地飞了过来，直刺他的胸膛。杨功成闷哼一声，手腕一翻，往下斩去，在电光石火间将这支弩箭斩落。然则弩箭既出，自然不止一根，嗖嗖嗖嗖，十余支弩箭同时射出，他人在半空，哪里能挡？ 虽凭借着一身高绝的修为，勉强挡住射向要害的几只，却依然让漏网的几只深深的扎进了大腿中。杨功成腿上一痛一麻，双眼欲裂，有些绝望的从半空跌落。他只来得及跃出巷中上空一瞬，在这一瞬里，他瞧见了七个弩手正站在巷中，明眨眼角，不同的方位，却将上方堵得死死的。下有刺客，上有弩手。 是为天罗地网，如何可避？杨公成在衰落的过程中，欲开口长啸求援，眼角余光却发现巷中的黑衣人也从怀中掏出了弩箭，一支迎面而来的弩箭射入了口中，血花一溅，将他的嘶喊声逼了回去。在这一刻，他绝望想着，对方怎么拿了这么多硬弩来对付自己这样一个小人物？太过密集的弩箭攻势，让他人在半空。 身上已经被射中了数十支弩箭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刺猬般可笑。啪的一声，杨功成的身体摔落在雪水之中，震起血水一滩。只是他的修为着实高明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竟是一时没有断气。单膝跪于地上，以剑主的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黑衣人首领，瞳中露出一丝野兽毙命前的慌乱凶残之意。是的，他是一名高手。 可是被人用数十柄硬弩伏击的高手，没有什么办法，除非他是叶流云。鲜血顺着浑身密密麻麻的箭杆往下流着，流出他的精气神血魄。杨功成喉中呵呵作响，却不肯瘫倒。黑衣人的首领走到他的身前，反手抽出腰畔的直刀，刀身明亮如雪，不沾尘埃。象岩上的冰刺大部分已经被斩断了，只留下几根孤零零的冰柱。 那滴晕了许久的血水，终于汇成一大团圆润的水珠，滴了下来，滴入巷中的血水里，泛起一丝清响。黑衣人首领拔刀，沉默斩下，一刀将杨工成的头颅斩落，干净利落。杨工成无头的尸身依然跪着。黑衣人首领一挥手，民宅上站着的弩手翻身落地，巷中的狙杀者们沉默的上前，取走所有的弩箭，然后消灭了相中的痕迹。 一群人脱去身上的黑色衣物，扮成寻常模样的百姓离开了小巷，汇入了京都似乎永恒不变的生活之中。小巷里一片安静，就像是没有人曾经来过，只是却多了三具尸首。那个无头的尸首没有深州弩箭的支撑，终于倒了下去，砸得巷中发出一声闷响。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过，弩箭这东西竟然会这样可怕。范闲举起酒杯。 缓缓饮着，眼中满是惘然之色。诸位大人也清楚，我监察院也是习惯用弩箭的，可是依然没有想到，当一箭杀人的误事多到一种程度之后，竟然会变得这样可怕。抱月楼的酒席中，所有人都安静听着范闲的讲述，这是山谷里狙杀的细节，人们都听出了范闲话语中的那丝沉郁与阴寒。范闲将酒杯放到桌上，微笑说道。 漫天的弩雨，我这一世未曾见过，想来前世也未曾见过。这不是狙杀，更像是在战场之上。那时候的我才发觉，个人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的。大皇子在对面缓缓点头，面露复杂神色，或许是想到了西征时与胡人部族们的连年厮杀。弩箭射在车厢上的声音，就像是夺魂的鼓声。范闲皱了皱眉头。 似乎是在回忆当时的具体情节，那种被人堵着杀的感觉很不好。太子叹息安慰道：“好在已经过去了，安知你能活下来？那些乱臣贼子终究有伏法的一日。朝廷正在严查，想必不日便有结果。”谢殿下，范闲举杯敬诸人，笑着说道：“对，至少我是活下来了。想必很多人会失望，连守城弩都动用了。” 却还杀不死我范某人，这说明什么？没有人接他的话。枢密院两位副使的脸色很不好。山谷狙杀一事，毫无疑问牵扯到军方。虽说朝廷的调查还没有什么成果，可是这一点已然是铁板钉钉之事。范闲说到此处，由不得军方这些大佬们暗自揣摩。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。范闲示意众人自己已然引进，笑着说道。 包括陛下和院长大人在内，长辈们都曾经问过我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自信？”众人凝神听着，心里却生出一股荒谬的感觉。此时座上皆是庆国重要人物，还有太子殿下、三位皇子。可是只要范闲一开口，众人的注意力便会被他吸引过去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今夜宴会的主人，更是因为似乎所有人在下意识里都承认。 他才是真正最有实力的人，这真的很荒谬。历史上或许有权倾朝野的权臣，称九千岁的阉党，但从来没有这样一位年轻而充满了威慑力的皇族私生子，还是一位光彩夺目的私生子。众人下意识里看了太子一眼，太子却在微笑听着范闲说话，表情没有一丝不悦，反是充满了安慰与了解。 大皇子轻轻咳了一声，范闲左手轻轻捏弄着大酒樽，目光看着眼前一尺之暗，似乎在看一个极为漂亮的画面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自信？因为我相信我是这个世上运气最好的人，再没有谁的运气能比我更好了。明明已经死了的人，却莫名其妙的活了过来，并且拥了如此丰富多彩，甚至是光怪陆离的一生。 这等运气需要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庆祝。范闲笑着说道：“先前我也说过，我监察院也很习惯用弩箭，那些弩箭杀不死我，而我的敌人一定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。”离皇宫并不遥远的监察院，在那个陈院长最喜欢待的密室内，严冰云穿着一身纯白的棉衣，盯着桌上的案卷出神。片刻后，他叹了一口气，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。 觉着太阳穴那里酸痛难止，门被叩响了。二处情报假司的一位官员闪了进来，递了三个蜡封的小竹筒给他。严冰云怔了怔，用手指甲挑开蜡封，取出内里的情报，扫了一眼，便凑到一旁的烛火上烧了。然后在那名情报官员异样的目光中，有些疲惫地说道：“今夜之事不记档。”情报假司官员一怔，旋即低头应下，说道。 四十三个目标已经清除三个，颜冰云似乎有些头痛。听到这句话，烦恼地摇摇头，挥手示意知道了，让他出去。密室里重新归于安静。颜冰云看了桌上残留的那些蜡屑，又开始出神。今夜范闲在抱月楼宴客，而监察院却处于二级状态之下。在京都的黑夜里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行动，多少人会死去，而这一切。 都只是因为范闲的疯狂。今夜的计划是严冰云亲自拟定的，虽然他当着范闲的面表达了坚决的反对，可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做。在这个计划之中，要杀十一个人，要捉三十二个人。在最先必须清除的十一个目标当中，便有六人是二皇子的八家将。这是一次疯狂的报复行动。二皇子的八家将已经死了三个。 以监察院权力疯狂的反扑，区区一个王府的力量根本动摇不了大局。想必接下来又会收到其余人的死讯。颜冰云走到窗边，掀起窗口那张黑布的一角，就像陈平平以往做的那样，透过那个狭小的空间往不远处的皇宫望去。皇宫里依然光明，在黑夜之中散发着圣洁崇高的味道。他望着皇宫，满怀忧虑，想着。 陛下让你做孤臣，可不是让你做绝臣。